空万里，风里雨里，海边等你啊！带着小佳佳又来赶海喽！哇塞，好大一朵海洋之花呀！海葵是萝卜葵的一种哈，在熬汤吃那老鲜喽。隔壁的小孩都馋哭了，嘿嘿。你看这是个啥呀？好像是八爪鱼的大腿儿、大长腿儿啊！你看还在动弹呢。这是个啥情况呢？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呢。呵呵，一只皮皮虾在懒洋洋的晒太阳呢。哇塞，你看好像被晒晕了哈都。看看漂亮的情人被一只送给爱点创意的你啊、哦、里面有珍珠没有啊？哇，这个天哪，漂亮。我叫海星一哥哈，喜欢大海的朋友们还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咯。